音乐可以明确的表达我情绪，是可以很快忘记一件事情的方法。在跟我的钢琴说心事的感觉，创作就是我的延伸，在跟人沟通，跟这个世界沟通。你要传达一个 message 给在听的人。新时代就是哪里都有音乐，更多不一样的曲风，分众的市场，一个又一个生态在发展，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舞台。多样性的爆炸下，我相信经典可以打破时间空间。没有人没听过张惠妹的歌，王菲、陈奕迅、陈小霞老师、陈绮贞的吉他手。展望未来的过程中反思过去，融合旧跟新的内容，它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。音乐这一条路不要为了有一个结果而去做，现在到未来一样的诚恳，你可以做自己，没有任何的限制，音乐可以跟世界再更接近。Have fun， 放胆的去玩。